我们走吧。白欣欣，您找白小姐吗？啊，我让她到红酒仓库去拿瓶酒，已经去了一会儿了，我正想去找她呢。红酒仓库啊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去吧。哎，白欣欣，欣欣，白欣。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不会离开你。白欣欣，你不会又做噩梦了吧？一旦记忆的线团开始解开，直到碰壁为止，会一直不停地滚下去。无论那尽头在哪里，不幸、悲伤、绝望、贪欲、嫉妒、负罪感，就算所有都被黑暗吞噬，只要最后是希望，是幸福就好。
要是记忆也能像一场雨一样被冲刷掉就好。难道沈冻结也想暗中竞争？沈冻结，沈彻，20年来一直想当董事长。感谢您百忙之中还特地抽时间来过来。说什么呢？我的病人，我的学生，如果有了困难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会飞过来的。一真呐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不管要面对多么痛苦的回忆，一定不要服输啊！白医生就拜托你了。您放心。其实，白医生内心很脆弱，因为从前他在病人身上投入了很深的感情，也经历了很多的痛苦。你别嫌我话多啊，他现在这个状态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我怎么觉得这话有点像把女儿要拜托给你呢？不跟你多说了啊，我先走了啊。慢走。白欣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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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。白欣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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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欣欣。你在干什么？我饿了，我找点吃的。你没事儿？昨天晚上你可一直在做噩梦。没事儿，我一年总要梦那么几回。嗯，好喝，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。突然好想吃我妈妈炖的清炖鸭。嗯，对不起。嗯。对不起什么呀？为了我，骗你家里人去了美国，没办法跟他们及时见面，你也吃不到你妈妈给你炖的清炖鸭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不就一顿饭吗？不过还是很不好意思。在你的神医真人哥出走的那几天，我已经跟我家里人坦白了。没关系，这样更好。我现在就送你回家，从今天起你休假。我拒绝。我这么回去，我家里人不是更担心吗？而且我还没告诉他们我是你的主治医生。怎么办？
是不是特别内疚，特别懊恼，特别对不起我？没办，没关系，请我吃一顿好吃的，我就赦你无罪。哎，不能吧？关主任说了，你今天也需要休养。但是你忘了，我也是医生吗？啊，我怎么办？我的营养补给源给断掉了，好可怜。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来，把冰箱门关一下，节约用电。哦。有钱才会这点电啊？节约嘛，是传统嘛。多吃点啊！我好久没有吃火锅了。慢点，别噎着。你也吃点。终于活过来了，好幸福啊！如果每年都要做几次的话，你不能这么不在意。严肃的问题还是留到心理咨询的时候再说吧。先吃。是因为地下室？哦，都说了不用再提了吗？你帮崔皓月收拾烂摊子的时候，你不是心也很累吗？解决烦闷最好的方式就是吃块肉。来吧，白欣欣，不要担心了吗？生活就是一半是问题，另一半呢就是解决问题。放心啦，会有人帮我解梦的。谁呀？你这么想知道啊？如果你这么想知道的话呢，你就把这个吃掉。嗯，吃吗？哎呀，啊啊啊！再大一点啊！不是，浪费粮食可耻，还是肉呢？哇，好酸！你沾了好多好多醋。哇，哎。好啦，是我哥啦。每次我做噩梦的时候，我哥都会用作家的视角来帮我解梦。我对火和地下室有那么一点点的害怕，因为女孩很害怕，男孩看着女孩瑟瑟发抖，有些心疼，所以他也假装自己很害怕。向荣啊，跟我一起来地下室拿酒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他居然也害怕，不愧是双胞胎啊。他把这种伪装当做了真正的害怕。哦，对了，你见过马赛克了？对不起啊，之前一直瞒着你。白向荣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呀，怎么形容呢？个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一个不可描述的人。白欣欣，你今天问题好多。没办法，因为你的故事就是我最好的下酒菜。怎么了？啊，我没怎么。我，哎，你身体不舒服，还喝那么多酒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的本性呢，就是江小白配火锅，干杯。少喝点。哎，不好意思。
你也是马赛克的粉丝啊？这个人真不错啊！你说写书写的又好，这么爱说。不是说这个作者从来不公开露面吗？是啊，我是听别人说的。据说呢，长得是吴彦祖级别的。马赛克粉丝会的会长吗？是啊，但是同时我也是，啊，哎，我到了。哎，我也这层，等我一下。吃的好饱，好开心呀！那以后我都这么白吃你了，能行吗？你可是无业游民了。没关系的。把崔皓月之前买的东西通通卖掉，足够我们吃两年的。那我先上去了，有需要的话叫我。拜拜。白欣欣，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只能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才叫你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就没有需要我的时候了？你真的只是把我当成病人看待吗？不是那样的。除了医生和病人，我们之间就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吗？比如情侣。花开的美，比不过你的美。明爱爱着你，却不露痕迹。风轻轻吹。怎么追寻？谁说我们天生一对？为你放弃几颗心，一个人散场的等候，就让我承受。想从背后抱。
夜无人将你吵醒，回首作别前的天际。我们去旅行吧。啊？哦，因为两个人之间旅行是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，彼此更了解对方以后就可以知道我们之间到底适不适合，除了医生还有病人以外的关系啊。行吗？行。行。好，啊，换衣服去吧。30分钟以后在这见。好。走了。走了。从背后拥抱你，夜不忍将你吵醒，回首作别前的天际，是否还能遇见你？月缓缓落。想念是否太多，我们都不说。好巧哦。是挺巧的。哎呦，巧。疯了。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喝酒了？我喝了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真的在乎吗？对不起，万言，我不能出来。你也快回家吧，你真的喝醉了。那就只好叫冻结哥来了。等他来了之后，我就把那天你跟我说的所有的话都告诉他，再直接悔婚就是了。婉言，再去找董事长，揭发你的真面目，让他看看自己的孙子有多卑鄙，然后再登录在娱乐新闻和经济新闻上。不是都嫌事情不够大，内容不够劲爆吗？那这回就让他们看个痛快好了。反正我是不会一个人死的，你明白吗？喂，喂，
怎么没换衣服呀？对不起。没事了，不换也挺好的，穿着舒服就行。我们走吧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临时有点急事，旅行能不能等我们回来再去？怎么了？是董事长那边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苏婉言，他因为崔浩月的事情非常的困扰，所以我得去帮帮他。你知道的，虽然是崔浩月闯的祸，但还是得我负责。那你过去以后打算怎么负责呀？我现在还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不让他悔恨就行。所以，我得去一趟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你赶紧去吧，你快去吧，走走走，快去吧。走了，没事。那我去去就回。嗯，来，快去吧，没事。你喝多了，走，我们去外面聊。走。你先坐嘛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婉言，你记住我说的话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被你叫出来，下一次。不管你是要悔婚，还是要告诉董事长什么，我都不会再来。那如果我割腕的话，你会来吗？婉言，先提出私会的人，可是你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痛苦，感觉像是掉进坑里了一样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我那时有点不太清醒，一时失去了理智。你失去理智的时候，我的理智回来了。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。苏婉言，你不是说想给我戴上订婚戒指吗？你不是说要给我选择的权利吗？够了，你真的喝多了。用这个眼霜做按摩呀，真是太舒服了。你看我眼角的皱纹是不是少了很多？是不是年轻了一二十岁啊？行了行了，给苏总留点面子吧，注意点形象哦。总之啊，谢谢你让我享受了。我马上要和这个品牌合作，所以让你先来体验一下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以后我可以沾你的光，经常用它了。哎，说好了，下次去你那儿的时候可得双倍还我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上次去那个饭店吃的怎么样啊？嗯，不错呀。哎，要不我们今天还去那儿吃？行啊。哎，等等啊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去吧去吧，等我啊。喂，把车开过来。啊，对了，帮我约一下望江阁。嗯，好。
真没想到这次能交到你这么靠谱的朋友，我挺开心的。哎呀，你呀，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演技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很有特点，也挺有天赋的。嗯，你继续加油。我觉得深挖一下的话，说不定有大惊喜呢。你知道吗，小白龙，你呢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帮助我的人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谢谢。哎，行。你呢，回去好好练练舞蹈，因为马赛克后面那个电影最重要的那个配角就是那个舞蹈家，所以你要是好好练，过了我这一关，我肯定推荐你。那我好好加油。走吧，那我撤了，拜拜。哎，加油。崔经理跟随我多年，您可以放心。崔经理是自己人，当然不用见外。不过我跟冻结有些家事要说。那个，我还有点工作需要处理，您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叫我。哎，冻结。这个崔经理跟你多少年了？你对他很了解吗？爸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崔经理就一直跟着我，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董杰啊，人心都是会变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只能相信我还有你的妈妈，对其他人都要小心，尤其是你熟悉信任的人，更要谨慎。下黑刀子的人往往是你最信任的人。爸，爷爷当年是不是也……你懂什么呀？你记住，沈锦宏拿走了我们家的东西，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夺回来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沈一真被董事长赶出公司，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？哦，我也刚得到消息，不过具体原因还不知道。这老狐狸是在搞什么鬼呀？不过按逻辑来说不应该啊，董事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沈一真，现在把他弄走，这不是给自己埋雷吗？你之前跟我说已经掌握到沈一真的破绽，进展得怎么样？感觉像是摸到了一条线索，快摸到头了。抓紧时间，甭管他沈一真怎么离开的公司，反正对我们来讲都是件好事儿。董事会那些事不关己的看客，估计这会儿都坐不住了。好久没这么轻松了。Hello， 向荣啊。我这儿有个厂子，你来不来？来什么来？我回家吃饭了。回什么家呀？我跟你说，我约了三个妹子，人都挺不错的，而且啊，有一个绝对是你喜欢的类型，来不来？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啊？行了，别废话啊，赶紧过来啊！说起来，龙哥你是做什么的呀？你说我妈？她呀，为了继承父母开餐馆，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劈柴。你为什么总在叫我呀？没有啊。我没有叫你啊。你叫我吗？什么时候？很久很久以前。
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干嘛？哥，你接我回家吧，我现在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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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，我这喝着江小白呢，我没法开车。接什么接？我这忙着呢，挂了啊。我又做噩梦了，我还昏倒了。向荣啊，你不是最擅长解梦了吗？你最擅长把我的噩梦都解释成好梦的。你在哪儿呢？来，慢点，你喝的太多了，我送你回家啊。我不上车。来，你先上车，先坐下好吗？慢点，好，坐好。是因为想了太多，还是我庸人自扰，就这样被你一笑而过。那些作废的誓言，努力却也忘不掉，全世界都被你占据了。沉默在深海，暗夜里思念着谁？眷恋的年华，却只是短暂狂欢。折断的翅膀，遗落在深渊，飞不出漫长。沉默在深海，暗夜里思念着谁？